请掀开经本第51面第二行，大科第七段，称扬赞得分。清凉大师解释本经，都用实来表法，所以在第一品里面，世主妙严品，它分为十个大段落，也是于华严以实来表圆满的意思相应。前面六大段是本经的正信序，诸位听经听得很多，都知道佛经的体列，经本展开前面可以看到六种成就，六种成就是正信，序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定性，第二部分是发起。所以从这一段以后啊，这个总共有四段，都是属于本经的发起。那么这一段第七啊，称扬赞德，这是称赞本师的功德。本师在华严是毗卢遮那如来，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的，毗卢遮那是化身如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的离体。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之本体，赞本师之德实在，就是显示我们自己的性德。如果不懂这一层意思，这个经文念到啊，你当然会感到乏味啊，你莫知所云呐。如果懂得这一层意思，细细的揣摩经文，佛是教我们在这个地方明了自信有无量的功德，正如后面经文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
有哪些？在这一段称扬赞德里面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真心本性跟毗卢遮那跟十方诸佛无二不别。我想有不少同修曾经听说佛门里头所谓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包括我，三世更是包括我，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佛说了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而无量寿经上更有一句偈子，实实在在了不起，他说的是一切皆成佛，一切皆成佛这一句跟华严经上所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一个意思，比华严这一句讲的还要圆满，还要彻底。这是真实语啊。那我们平素只听到这个经上这么说，但是没有听过有人详细给我们解说。殊不知这个详细解说就在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这个世尊讲经说法的技巧非常圆满，真正是达到善巧道基础的。我们常常赞叹的善巧方便，我们在前面众海云集那一大段，这一大段呢是华严经上的众成就啊，我们看过，你看看他表法的意趣，这个在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了。这一段一开端经文呢有三段啊，第一段是总结为一注，这个第二段呢是总显德行因缘，第三段是别名德法赞佛，请看经文。二是如来道场众海悉以云集，无边品类周匝遍满，形色不从各个差别，随所来方清净世尊一心瞻仰。这个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包含
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众海云集，意思非常明显。我们要知道的，这个众海很不平常，因为每一个族类、每一个社团人数都是无量无边。这个意思显示华严这一会以什么地方做道场，我想诸位一直听下来都应当体会得到，它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一会道场，真正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无边品类，无边是无量无边，品类就是种种类别，不仅仅是六道十法界，可以说虚空法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遗漏掉的，圆圆满满的含摄在其中，周匝遍满。形色不同，形色不相同啊！不但是六道众生的形色不相同，就是以我们人道来讲，以肤色来说，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人，也是形色不同啊。我们肉眼能够见得到的畜生道，那个形色差别就更多了，还有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诸天神众，我们的世间以及恶鬼道地狱道里面也有神众，所以形色差别无量无边啊。不从是这些人，随从他们的领导人来参加这个法会呀。这一段经文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啊？我在此地给诸位提示一点，古人所谓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这个话说的没错，
但是不切实际，实际是我们读了《华严经》，听了《华严经》，真正有用处，对我们的生活真正有帮助，这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不读华严，不能拓开心量啊！你们想想，我这个说法，如何呢？我们今天眼前的困难非常多，自古至今，这个世界有多少聪明人，有多少有智慧的人，对这个世间问题束手无策，没有法子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家与家之间的冲突，再扩大，国家与国家的利益的冲突，带给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灾难，所谓天灾人祸，我们要问，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很少人能给我们说出满意的答案啊！满意的答案在《华严经》里面呐。这些灾难从哪里来的？佛给我们讲，从愚痴来的。什么叫愚痴呢？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从这来。不明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不了解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为自己，于是两个人就有冲突了，这两个人就有矛盾了，这个结永远解不开啊。如果他要觉悟，我们一家人，一家人总是自己人，想自己也能替别人着想，他这个家庭就和睦了。佛在此地给我们说明真相啊，一定要把心量脱开。我们的心量本来是跟如来相同，心包太虚，两周杀戒，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
家与家的不和，顾虑到自己利益，地区与地区彼此要保自己的利益，就会跟其他地区冲突，这里面就会产生矛盾。这个国家保护我自己国家的利益，决定与其余的邻国也发生冲突，也发生矛盾，这怎么能解决问题？所以地区与地区有冲突啊，国家与国家了，免不了战争啊。战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么如果我们学了佛了，接受佛的教导，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考量，一切考量以全世界众生的利益作为我们考量的水平，这个世界上战争没有了，这个世界问题解决了。可是你要想想，问题有没有彻底解决呢？没有。为什么呢？这一个星球啊，地球是个星球啊，我们这个星球是一家人啊，大家认同了。别的星球呢？我们不肯认同别的星球，也是我们一家人，于是将来还有星际战争，这也是麻烦事情啊。所以佛法讲这个是彻底解决，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星际战争也没有了。所以诸佛如来，我们知道他们的教化区最小都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我们在佛经里面读过，有些佛的教化区很大，几个大千世界，十几个大千世界。那么为什么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呢？阿弥陀佛的教化区没有极限，跟毗卢遮那佛完全相同，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他的教区。所以这个里头一切的矛盾冲突啊，隔阂完全消除了啊。现代的社会这个新的名词多元文化了，你看看无边品类周匝遍满，这不是多元文化吗？哪个地区这个多元文化能够跟华藏世界相比呢？哪一个团体这个法会能够跟华严海会相比呢？他们如何能把多元文化无量无边的品类形色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能够集合在一起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虚空法界，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是生活在一个地区上啊！
我们生活在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我们圆满的依报啊！这个里头说依报，说正报，诸位要记住，正报只是讲自己个人的身体，这是正报。个人身体之外，通通是依报啊。那么其他一切人，一切有情众生。是我们有情的依报，物质环境是我们无情的依报。换一句话说，都是我们生活环境啊，生活环境里头有人、有物、有事，而这个生活环境啊，是变虚空法界，确确实实。十方三世，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族类、形色、五从啊，这个里面的各合，全部都消融。这样才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是一个大同的社会啊！这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究竟圆满的大同世界，一真没有离开十法界，不是十法界之外另外有一个一真，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要体会到这个意思，要认真努力学习，把我们的心量打开，也就是恢复我们自信本有的心量。我们在华严经上真正得到受用了，别人给我有个别人歧视我，是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不能包容我，我要包容他。为什么呢？我觉悟，他还没觉悟。我明白了，他还没明白。彻底究竟的明了是佛陀。我们做佛陀的学生，做佛陀的弟子，那就是菩萨。我们这是初发心的菩萨。初发心里面的初发心，总算是跟诸佛如来走一条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们才起步，他们已经到家了，我们才起步，方向没错。所以学佛，诸位要想功夫得力，这我们就明了，要恢复本有的心量，否则的话，你还是以小心量
来对待一切众生。不但你的问题不能解决，你修学佛法了也不会有进步。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得到的启示。拓开心量是正确的，是应该的，一定要这样做法。幕后呀，这一句随俗来方，清净世尊一心瞻仰，这是我们更要学了。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啊，随所来访，这些人从东南西北四围上下了十方而来，意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跟大众相聚，啊，譬如我们今天晚上讲经这一会，诸位同修不是从四面八方云集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呢？亲近世尊啊。世尊虽然不住世，不住世是世尊的色身。世尊的法身没有生灭，法身就是真如本性，永远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今天塑造世尊的形象，代表世尊的色身，见到这个形象如同见真佛一样啊！我们一心瞻仰，表达我们的敬意。然后我们要想想世尊教导我们啊，《华严经》上、《圆觉经》上佛都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切皆成佛”，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对世尊这种真诚的敬意，要落实在生活上，尊敬一切众生。你要懂得佛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一切皆成佛，这是佛眼睛里面看到的，我们凡夫见不到，佛看到。佛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为什么佛看到一切众生皆成佛，
我们看不到。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佛说相随心转了。我们是什么心？轮回心啊。轮回心看佛菩萨也是凡夫。所以一般人对佛菩萨一点恭敬心都没有。我们在许多地方见到有人呢将佛菩萨的头，我们中国许许多多石窟里面的造像他们佛像搬不回去，把佛的头、菩萨的头取回去，供在那边当艺术品欣赏，造罪业。这个是佛讲的话，没错，愚痴嘛。我们造佛像、画佛像，诸位要晓得，不可以画半身像。画半身像不恭敬的，有上身没有下身啊！造像画像，画佛菩萨像要画全身的像啊，这是恭敬的、完整圆满的。所以处在在处处啊。教导我们修什么？修静，沉静。希望我们对佛菩萨这一份沉静的心能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要修沉静。这正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条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诸佛，诸位要晓得，就是一切众生。佛为什么看到诸佛呢？佛是用佛心看的，这不是相随心转吗？境随心转吗？你的心是佛心的，看一切万法都成佛了，都是佛。而且是本来成佛。我们今天不是佛心了，不是佛眼了。可是你要晓得，佛心是我们的真心，佛眼是我们的真眼。我们今天轮回心，轮回心是妄心了，不是真的。宗门里面所谓呀，本来面目，轮回心不是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本来面目是如来果地上的面目。所以我们是妄心呢，把这个境界转变了，所以见不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道理在此地啊。佛所说的话，高明的地方，令人佩服的地方，不是说叫我们听他的遵守他的，不是。佛说出来之后啊，叫我们去证实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这自己证明吧。
这个就是信皆行证的，你自己可以证实啊，证实佛所讲的十四是真相，不是理想，不是推测。他所讲的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都要一心，一心是真心，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用真诚心，不要怕别人用虚妄心来欺骗我们，不怕。你用真心，人家用妄心对你，你立刻就觉察他那个心是妄心，他不是真心。他有没有真心？有。真心在哪里呢？妄心的背后是真心。所以我们对他还是尊敬吧。我们不看他的妄心，我们看他后面真心嘛，他很可爱嘛，他很值得尊敬嘛。所以我们展量展量他的性德了。眼前所造的那是假的。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执着虚妄相，最好啊，也不要分别虚妄相。我们真诚、清净、平等觉就现起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晓得应该怎样学习。下面一段。总显德行因缘，这个里面也分三小段，前面这一段立章解禁，此诸众会一离一切烦恼心垢，即其余喜，摧众障善，见佛无碍。这经文好啊！刚才说了，你要见到真实的境界，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你必须要立障。现在为什么见不到诸法实相？你有障碍，所以叫你立障，你就见到这个清净法界。障是烦恼障啊，垢是所智障，烦恼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了，这是烦恼啊。所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实在说是你错误的见解，这两种障把我们的心性障碍住，就好比眼睛，眼害了眼病，
眼睛有病，现在医学里面讲的白内障啊，眼有异，看东西看不清楚。佛用这个来做比喻，烦恼所致的两种障碍啊，障碍了我们的见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看不清楚。看不到事实真相。你看错了，当然你的思想就错误啊，见解错误，你就会说错也会做错。怎么能解决问题？前面这段经文里面启示我们，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了，是自己呀。这样啊，所有一切的障碍冲突啊，误会呀，全都消除了。宗门叫明心见性，净土叫理业心不乱，就是这么一桩事情。我们自己第一个大难关，执着这个身是我，有了我，跟别人就对立了。啊，相宗里面说，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四大烦恼从哪来的？从我见生起来。只要有我这个执着，四大烦恼就起来了。这是烦恼障的根本啊！我们每一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里面产生了见闻觉知，你要分别这些东西，执着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所执障。所以说一切，这个一切里面讲的有居生的二障，分别的二障，居生二障不是这一生的，烦恼习气，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在阿赖耶里面熏习成强有力量的种子。这些种子天天在造业，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呢？所以佛在此地劝我们要离开。你看华严会上的这些人，参加发挥的人都已经立当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见到啊世尊
这个广大的法会，我们今天见不到，是因为我们有障。他们能见到，他们没有障。华严法会在哪里呢？尽虚空遍法界，尘说刹说，永远无间数。华严法会从来没有停止过，诸位不要以为呀，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二七日中所说的华严经，二七日中向我们报告，哎，有这么一桩事啊，是这个意思啊。毗卢遮那佛给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知道，毗卢遮那不中断，阿弥陀佛又何尝中断过呢？不但阿弥陀佛没有中断，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中断过呢？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你能够体会得几分，你这一生受用无尽啊，你就得真实的受用。于习习是讲习气，二障的习气，有粗有重啊。习气难除。佛在经里面，就当年他的学生弟子当中，也都把这些事情表演出来给我们看。我们要知道他们是表演，表演的很逼真。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什么叫习气，习气何以那样的难断。佛在经上讲，毗邻迦婆娑尊者，这是佛的弟子，毗邻切婆娑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于习，就是此地这个极其于习，就于习这两个字。法华经里头说过，他过去曾经五百世为婆罗门。我们知道古印度戒戒观念很深，婆罗门这个戒戒是社会上最高的戒戒，刹帝利还其次，刹帝是王族啊，他比王族还要高。那么这一类是修行人，用现在来讲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印度古时候
遵从道德，遵从学问，跟中国人一样。所以在中国，你看看自古以来，我们对孔子、对孟子、对老子、对庄子，他们在人们心目当中受到尊重敬仰，远远超过帝王。印度人对婆罗门的尊敬亦复如是啊。这一位尊者毗陵尊者，这是有修养啊，有德行。他500世啊，都转身在婆罗门当中，不容易啊！换一句话说，生生世世啊，持戒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你才能够保住人身，才能够得这个富贵。因为时间太长了，于是养成一种习气。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毗陵长老他常常患这个眼睛的毛病也就是眼睛不太好，看东西看不很清楚。那么常常到外面乞食，要渡过恒河恒河当然有很浅的地方，他渡恒河的时候，他在恒河水旁边弹指，叫这个恒河的龙王，我们中国人称龙王叫恒河的水神叫他小辈你暂时把水停下来，不要流，让我过去。这个恒河的水神，我们中国叫龙王常常受毗陵长者的气，看到他叫小辈这个辈女是家里的佣人的，这个河神，恒河的河神是女性的，所以叫他叫小辈。有一天呢，恒河神遇到世尊了，向世尊告状，说你这个徒弟常常骂我，叫我小辈骂我。佛就叫这毗陵长者，你要向这个恒河神忏悔，致谢。于是这个毗陵长者就到恒河神面前贺掌，给他问讯，说小辈你原谅我，你不要仇恨了，我现在向你忏悔你看看还是叫他小辈。所以世尊就讲了，这是愚习，并不是恶意。他什么？他是一个富贵人家，家里用人用惯了嘛，所以常常的这种口气嘛，并没有恶意，也不是骂你，是他一个习气，这说明了这么一桩事情所以他这个动作呢，就引起同学们
大笑起来了。这说明习气很不容易改。那么还有一桩事情呢，这是说到家事纷争。这些掌故啊，我们也都要晓得。假设这是定功啊很深的人，在同学当中，禅定的功夫没有人能跟他相比。所以禅宗是他承传下来的，他是禅宗初祖啊。传说里面说，香山大树紧那罗网弹琴，音色弹得非常之好。禅定功夫第一的家师听到这个琴声呢，不知不觉跟着他的节拍跳起舞起来，家师不安啊。这什么原因呢？都是习气。那无量劫来啊，喜欢音乐，喜欢跳，听到这个音乐，不知不觉他就起舞了。说明习气难改。佛的弟子当中，实在讲每个人都有习气，习气都不一样。那么这种事先告诉我们有这么一桩事情，但是也并不是非常严重。当然长道只要我们有警觉性，虽长道也不会产生重大的障碍。尤其是修学念佛法门，所以这个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用意很深很深啊。如果不是修念佛法门，这些习气决定障碍你明心见性，但是不会障碍你往生。为什么呢？往生净土只要伏烦恼，不要断习气，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行了。烦恼只要不起现行，没有不得往生的。但是华严会上这些人，他们已离一切烦恼，烦恼障、所知障都破了啊，习气也逐渐消融了，所以说摧众障善了。这个众障啊，就是讲的烦恼、所知。我们一定要重视。每一位同修都希望我们将来往生自己有把握，能够预知时知，能够不生病，自在往生，最好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佛陀来迎接，能不能做到呢？能啊。我们看看净土圣贤录，看看往生传，以往的人做到不少啊。眼前我们听到念佛往生
看到念佛往生的人也不少啊，都是真实的事情，让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为什么他们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原因何在？他们把烦恼断了，所以他做到。我们烦恼习气没断，所以做不到啊！虽然念佛，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把握。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反省，不在这个地方用功夫，恐怕这一生呢要错过啊！错过了这一生，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机会，那不晓得要到哪一生哪一劫，绝对不是说来生再得人生又会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很不容易遇到。开经记上所说的，说的话是真话，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你这一生机会错过了，你要再等到百千万劫，你才再遇到一次啊。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好难啊。诸佛菩萨慈悲殷勤恳切劝导我们，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一定要断烦恼。要断烦恼，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啊！我们平常一般错误的观念，天天念什么？念自己，念自私自利啊！念利己损人，他念这个啊！念贪嗔痴慢，念是非人我啊！你那个观念就是这些东西，这里造业，这种念头起来，这意业造业，意造业，口就造业，身就跟着造业。所以虽然念佛，虽然学佛，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要知道我们的病根在哪里啊？那怎么办呢？佛教我们把念头转过来。你看经上常常讲的六念，这是佛提示我们，教给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啊。三宝要知道，从形象上的三宝要能够融汇到自信三宝。自信三宝，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讲，觉正净，这是自信三宝。觉是佛宝，正是法宝，净是僧宝。你看《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那就是三宝。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清净平等觉也是三学，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
你看看《无量寿经》讲的是什么？这一部经里面就是讲的三宝三学嘛。佛教给我们呢，念佛、念法、念僧呢，你要懂得怎么念法。念觉真经，念清净平等觉，你就没有念错了。除这三条之外，佛教会跟我们念天，念天念什么？天代表什么？十善业道啊，升天都是修十善业道的。叫我们念天，就是念十善啊。色界天，除了十善禅定之外，还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所以念天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念十善四无量心。你常常念这个，在下面教给我们念戒，念戒的意思就是守法、守规矩啊。最后一条教给我们念施，施是布施，布施的意思叫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布施是放下。这一些虚幻不实的东西不要放在心上，恢复心地清净平等觉，六念啊，要把观念转变过来啊，我们这个重障山你才能够把它摧毁。这桩事情佛只能告诉我们啊，把这个道理四相缘由给我们说明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自己，佛菩萨帮不上忙啊。佛能够帮助我们的，诸位要晓得，开示，佛只能做到的；悟如要靠自己，佛不能帮我们悟啊，不能帮我们入啊。悟就是证了，悟如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个一定要懂得。佛对我们的加持就是开始，为我们讲清楚，为我们表演出来，做给我们看，我们看了听了要觉悟啊。要改习气，要改毛病，这个样子见佛无疑了，你才见到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清净法身了。你能见到法身呢，报身应化身你当然都见到了，哪里有障碍呢？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戒已，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于界海中修菩萨行，以四摄事而成摄受，夜夜佛所种善根时，戒已善摄，种种方便教化成熟，
令其安立一切之道。这一段是讲与会这些大众，你看他们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是断烦恼，这才能解惑。我们不断烦恼，天天面对着佛像，也没有见到真佛。一定要断烦恼，你才能见到真佛。因真呐，这一段叫呢缘殊胜。如是戒已，如是是指与会的这些大众。换一句话说，你六根接触佛法，你能够生欢喜心，你能够懂得，你能够体会，你与佛有缘啊。这个缘呢，过去生中所结的，就像弥陀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每一个念佛往生的同修，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都跟阿弥陀佛，都跟净土的经论结了殊胜的法缘，这一生当中成就了。那么有学问，何以在这一生成就？为什么过去遇到的时候没成就？这个道理要懂得。过去遇到的时候啊，你的烦恼习气没放下，所以没成就。这一生当中遇到啊，你如果不能将烦恼习气放下了，你这一生还不能成就。再等下一次吧。只好如此，事实也是如此。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一生当中要下一个狠心，下一个决心，放下。放下是非人我，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一切的成见，一心念佛，这才能往生。无量寿经跟我们讲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什么叫发菩提心？我前面讲的那就是菩提心。心量脱开，净虚空遍法界是自己，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菩提心，对人对事对物再不要用小心眼了，你心量脱开了，念佛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这些呢，都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之时于界海中，界海是讲时间之长，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毗卢遮那佛
修菩萨行以四摄事而成摄受。毗卢遮那跟他们结了缘，诸位要知道，跟他们结了缘，今天我们在此地读华严经也跟我们结了缘了，我们法喜充满了。四摄，这是佛在行菩萨行的时候，戒引众生的方便啊。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是戒缘，你要不肯布施，你跟众生没有缘了啊。戒缘重要啊，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有智慧了。所以第一个跟众生结缘。第二个是爱语。爱语就是戒引众生的目的。我们戒引众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爱语就是关怀他，爱护他，照顾他。爱语是这个意思。爱语不是说些好听的话，甜言蜜语，那你就搞错了啊。还是爱护他的话，骂他，呵斥他，教训他，都是爱语啊。不见得爱语都是好听的话，有些话很难听啊。父母教训儿女，或者骂他，是爱他了。别的小孩犯错，他为什么不去骂他？你犯错，你的父母为什么骂你？父母爱你呀，所以那叫爱语啊。学生有过错，老师呵斥，是爱护他，不是他的学生，他才不管他了。就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爱语的意义要明了。第三个是力行，行是我们的造作，所有一切的造作决定是利益众生的。这是真正将众生的安离在善处啊。所以诸位要以智慧，以理性细心去观察，释迦牟尼佛一世在生的在生在世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表现的是什么？我们能体会到吗？他那种生活的方式是帮助一切众生安离在至善之处啊。我们中国圣人曾经讲至于至善，可是止于至善具体的方式，止于至善的落实，没有详细给我们说出来啊。
虽没有明说，佛菩萨大圣大贤他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能够看出来，有没有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真的只是一句话，他做到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看看他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他过得多自在啊，多幸福啊，多美满。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心自在，身没有负担，没有压力，身自在啊，身心自在，这叫大自在，真正的幸福美满。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心有忧虑，每一天患得患失，身体有压力，有负担，生活在忧虑恐怖之中啊，前途一片黑暗，哪来的幸福？自己这一生为什么活的不知道啊？真正叫醉生梦死，这一生糊里糊涂过了，你说多可惜。学佛实在讲呢，就学个明白人。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还能不觉悟吗？至少我们要看到佛这个样子，要能体会到知足常乐啊！去看看佛陀的示现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啊！知足常乐，我们生活所需的够了，不要再多求了。如果命里头有还有多余的，让大家享受吧。那你真正叫众福啊，你的福永远享不尽，所以不要积财，要积德，这个重要。佛教给我们念诗，常常念布施，积功累德，你只要有福报，再大的灾难你不会吃受苦头，不会吃苦头。为什么呢？你有福吗？没得吃的时候自然有人送东西给你吃，没得穿自然有人送衣服给你穿。为什么呢？别人没得吃的时候你帮助他吗？别人没得穿的时候你也帮照顾人吗？你照顾别人是因啊，你将来得到的是果报啊。所以钱存在哪里最可靠呢？不会变贬值呢？不会丢掉呢？存在一切众生身上。所以要知道，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财为五家共有。不要以为现在你有财富，你有财产，假的。不过是给在你面前给你看看而已啊。你能不能得到享受？没有。所以现在人自己要老实想一想，
你说你有多少多少财产，其实是身上一张钞票也没有。财产是什么呢？银行给你寄来那个数目字，看看数字，你说是假到哪里去了？不但是金银财宝没有摆在那上，那还到底还有一样东西是，钞票是纸啊，连那张纸都没有看到，这个通知单上写上个阿拉伯字啊，那就是财产。过几天呢，什么货币贬值了，个字没有了。所以你要想通了，有你没有得到，丢了你也没有失掉吧，想通了就自在了，何必为这些东西操心呢？这个我们讲的很多啊，财富从你面前流过的时候，好好的运用，好好的支配，拿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帮助那一些急需要的那些众生，你就真正做了好事。所以你有财富是福报，你会用财富是智慧，你有福报没有智慧，你这个福报福会变成祸害。老子曾经说过，福兮祸之所伏啊，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你有福没有智慧，不能善于运用你的福报，后来就变成灾难。这个事情我们从历史，从现实的社会冷静去观察，太多太多了。所以要懂得布施，知道怎样修真正的福报，永远享受不尽的福报。你要有智慧，要认识佛体，所以要会众福啊，诸佛菩萨的行持，他们一生生活行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决定不能粗心大意看过，细心呢去观察，去留意，好好的学习啊。而且修福要赶快修啊，不能等待，再等待几天呢，你的福报也完了，过去了，你好运走完了，那个时候想修福没有力量啊，所以一定要抓住机缘，认识机缘，掌握机缘，你就成功。世间人所谓建功立业了，佛门里面讲的积功累德，这是佛的力行啊。最后一个同事，同事是高度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断除一切疑虑，下定坚定的决心，那么佛菩萨戒除大众，他都有这四个意思，我们要学。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接触很多人呢，有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呢？
不但是你，你没有起过这个念头，所以你没有发愿呢。不但没有发愿呢，人缘都没有啊。啊，从早到晚所遇到的一些人都是冤家对头。啊，你看他不顺眼，他也看你不顺眼。什么原因呢？你不懂得怎么用心，不懂得怎么做人。四摄法呢，就是如何用心，如何待人处世界物啊。所以佛法的好处，学了马上就有用处。大家不要以为哦，佛的四摄法是戒淫众生。你把这个四摄法的意思看得太窄小了。劝人学佛的，实在讲，四摄法是我们戒人缘、戒法缘的方法了。啊，佛法里面讲求法缘，世间法里面讲人缘好啊。人缘好，你就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无论你做什么事业，帮助你的人多了，你怎么会不成功呢？所以要戒人缘，佛度众生要跟众生戒法缘，戒人缘戒法缘都是这四个方法，这四个原则你要肯布施，给人家戒恩惠，你要真正爱护他，你自己一生生活所作所为对他的有真实的利益，他怎么不敬你，怎么不爱你，你想做什么事情他怎么会不协助你。四摄法对于我们做人生活是多么重要，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的心，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总有一点小礼物送人，出门身上总带一点东西，随时遇到了都给人结缘了，都修布施波罗蜜啊，给人家说话一定是劝善归过，劝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以种种方便，种种善巧，自己做出样子给人看，你劝勉别人的，自己是真做到了。不是劝别人自己不肯做，那叫口是心非，别人不能相信，一定要自己做到。同时今天我们生活达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我们通通都集合在一起，这是属于同事。所以四摄不能够轻易看过。那么这是说明佛在往昔行菩萨道的时候跟我们戒的有这些缘。下面说夜夜佛所种善根时，戒以善事。
可见的过去生中啊，这个时间很长很长，不是一尊佛，夜夜佛所，众善根识。这也正是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一段故事。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佛讲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1亿。佛在经上讲的，古印度人讲这个亿呀，有三种：10万称叫亿，千万也叫亿，万万也叫亿，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万万叫亿，古印度10万也叫亿。我们就不算多了，就算它10万吧。1亿是10万，400亿，那个数字也非常可观了。你才知道这个时间之长。在夜夜佛所众善根时，都曾经遇到毗卢遮那如来。他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接受菩萨种种方便教化成熟。你看这个善根多深厚，关系多么密切。也许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对与会的这些菩萨众们非常羡慕啊，非常向往啊，他们的运气好啊，生生世世都遇到诸佛如来，我们运气不好啊，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啊。这个想法呢是错的，不是正确的。我们生生世世跟他们没有两样，都遇到啊！再跟诸位说的清楚一点，你们诸位同学天天遇到，时时刻刻遇到，从来没有中断过。你说哪个是啊？可惜你不认识吧。你要认识的话就行了，就现在是你遇到了你不认识啊。希望啊，这一部《华严经》读完了之后啊，你就会认识了。不要等读完了，读一半，读三分之一，你就应该认识了。那这个经就没有白讲。你就认识哪些是诸佛菩萨啊，在我们周围环绕啊。真正护念慈悲到基础啊。他的确是善事，的确是种种方便教化成熟。幕后令其安立一切之道。一切之道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之道种智，一切种智是诸佛菩萨寻求的智慧。道当作因讲，我们要修
智慧之因啊，然后才能成就智慧殊胜的果报啊。这个就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恩德啊，他把我们安立在一切之道，一切之道就菩萨道啊。这个说法怕大家还搞不清楚，还有疑惑，我们再讲的白一点啊，把你安立在觉悟之道啊，帮助你安立在一个明白人之道。诸佛菩萨就是个觉悟的人，是个明白人。换一句话说，你不明白不觉悟是糊涂人啊。也就是将我们这个糊涂人呢转变成一个觉悟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经文要细细的看，细细的去体会，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学了才有用处。今天时间到了。